我见了王世坚啦吼，人讲这個小马台中的智持变电箱个四连爆，你敢讲？叫网友开解讲啊，代赛了哈，代赛呗。啊，你希望不希望他赶快否极泰来哈？啊，这一位这个巨星哦，我感觉讲一直拢足厉害啊，创作界真正是，会当讲是台湾的现代流行音乐莫扎特哦。来，国际巨星周杰伦加两个猛男甲欢迎者。阿杰，阿杰，阿杰，周杰伦。我们走这个星光大道的时候，其实我就带两个猛男，你看多猛！哎呦，怎么那么油腻啊？壮硕，我这样，我把我的肌肉呢要展现给大家看一下哈。那这次这个金曲奖呢，我的那个水手怕水，没有得奖，所以说我想一开始呢，我带了一首疗伤的《修霸掌》，因为端午节那天没有得奖嘛，所以说也配合我的歌，啊，唱这个。生了天的不够大的水池给你修，酸甜苦辣的爱情请把它忘记修吧，掌我可以陪你也让你出气，祖比祖喊排名啦，别无困难真疼痛，祖细汉都吃那个小麻掌，小麻掌小麻掌微笑巴掌，三秒。拍谁？被抓过哎！你连小巴掌的歌词你都不会，不是？你假的哦，你假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用我继续啊，我没有文化。变蕊的时候两句就要叫他停，漂亮漂亮。不好意思，来跟大家讲，等于说哈，这里哈，这里那那资深歌手哈，那那这小巴掌的主唱郭金发大哥哈会演唱会了，希望大家支持他一下，谢谢，感谢感谢。跟我们先主题。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聊的是代赛的问题。对，我们这张专辑代赛，你觉得我你怎么说？代赛你不能问我。所谓代赛之人，必有代赛之相，长相的相。那你这个样子还不够，我一满脸福气嘛，你看嘛，怎么可能会是我呢？你问他。哎呀，哦，杰伦哥，没有，我知道你是谁了。我是谁？我的唱片里面，这张专辑唱片。我原本想说用一个新人给他一个机会，哎，对，水手怕水，然后中间弄一段 rap， 我觉得问题就出在那个人的身上，啊，是不是？那个人就唱《水手怕水》这首歌，老师。吃着海鲜不吃可吃吃不可吃的不吃可吃吃不可吃的不吃不吃不可吃不吃，来跟我学一遍，来。哎，对不对？我觉得这首歌就出在这个地方。哎，没有没有，不是吧？是不是？不是吧？每一次在那边扑哧可哧，代赛，哎哎，没代赛，这个人完全就是一个代赛者啊！真的吗？都已经这样子，还要你要把他的名字勇敢的讲出来，都已经唱了歌，还要这么明显，还要再把它讲出来，讲出来。我对着这台机器，对着他讲，你不是我的，是我要讲，是不是？我讲是不是？你讲，讲谁？什么？唐崇盛。你自己之前找人家写歌啊，不是找方文山吗？对啊，青花瓷好不好？青花瓷，菊花台好不好？哎，不，你没事，这张专辑干嘛找一个叫做唐崇盛写那个什么布袋戏啊？不，不是布袋戏，什么戏？皮影戏，不是皮影戏嘛？整个都毁了，毁掉了吗？你自己要的吗？你要说，你的意思是说有方文山可以用，就不用找唐崇盛？当然，对不对？那我拍电影的话就不必找白宇，是不是？其实白宇他不错。他最近在忙一部叫做《至圣先师》的，哦，很好，一个人分饰六角，他一个人分饰六角，这个人你要找他，而且他不贵又便宜，便宜没有好货吧？没有，真的了哈。那其实我觉得你们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没有真正代赛的人，没有，对不对？那等于说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没错，他好好的发挥，其实就把事情做得最好，对不对？没有得奖，其实这是天意，哦，对，对不对？再努力做，能不能做好才是重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但是还是有人很代赛了，他买运动彩票的时候，买谁谁就垮了。我们不要说是谁，我们看一下芒果乱爆，马上回来。Scratch， 以天下八卦为己任，
他人死生遇到爱，言论自由，芒果乱报。老总，注意注意，我们的新闻风格是什么？别人拍不到的内裤，我们一定拍得到。新闻原则，别人不敢动的尸体，我们一定偷跑。上新闻，老总，这个戴胜英说 FB 的好友不用多，60个刚刚好，这个新闻我们要怎么报？哇，这个厉害，戴胜英呢，他是王炳牛排的老板嘛，是不是？做得很好了哦，啊，那生意又好，而且客制化做得很棒了，是，是不是？啊，他是说上 Facebook 呢，不用太多朋友，是60个就够了，而且他说了，因为他是。就像66个好朋友啦，借到1.6亿，所以呢，他就开创了他人生的事业。你可以向你的朋友借到1.6亿吗？哎，借不到。你可以向你的朋友借到1.6亿吗？我是借不到的。你就算是借的话，你一讲就借钱，他马上就下线。对，就是这样子咯。对，有谁能够有60个朋友可以借到1.6亿的？不可能。哦，所以代表他们可能关系很好，是不是？这不是这个代表，对，代表是说呢，你没有这样的好朋友。是的，是不是？最主要的呢，戴医生这次呢又被那个富比士选为最好的大善人之一，乐善好施，3.2亿都捐出去，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们实在要好好的给他报道。老总，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他所有好的事情全部列表出来，在这个一片低迷的气象之中，给他一个很好的士气？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要看这个东西啊。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说朋友在 Facebook 上面的朋友只要60个？就是这句话，我们要质疑他为什么这样子做。可是他这样子，他是希望他的主要文章里面是想说，人啊可以不要用电脑来沟通啊，可以面对面，这样感情会比较好。不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要挑起这样子这个情绪吗？是不是？很多人 Facebook 都有1000多个朋友啊，2000多个，10000万的都有了，是不是？哎，对对对。那难道他们就不是朋友吗？是不是？也是朋友。是不是？那不是就鼓励大家不要交朋友吗？好，我们要从这个点去切入，就是要挑起一种仇恨的吗？仇恨，让大家在网络上就去。撩他了嘛？哦，这样子才会有卖点。哦，就是要。所以你讲他是一个大善人，他捐钱谁要看呢？没有人要看善心善举了。说我们要仇富吗？是不是？我们当然要仇富啦。富人是很讨厌的。台湾人是有钱人，在台湾有罪了，你知不知道？可应该要抓去关的了，你知道吗？他没钱了。上其他消息，不要再讲了。老总，有国军有个连长，他体能测验找枪手，这怎么办？你看到没有？国军都是这样啊，自己的枪手都不会做，他就要找别人来当枪手了，是不是？你狙击手又在那边，你干脆叫别人来站在狙击他回去睡觉好了，是能够这样行吗？啊，体能测验居然搞到说也要找枪手，3000公尺14分钟跑不到，你这样还有什么体能呢？是不是？14分的很 OK 啦，是不是？以前跑5000公尺是18分的，才是满分了，你懂不？哇，这么严格啊！台志远以前都跑19分半，都把烂死了，你知道吗？是不是？他现在这个人就还可以在32分钟就跑完了5000，很厉害，很厉害。但是他这么老了，是不是？还是 OK 了。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要这则新闻爆出来以后提醒他。如果以后国军要办类似这样子体能战绩测验的时候，是不如跟全民最大党一起合办啊？因为全民最大党每年的最后的年终运动会的时候呢，可以说掀起国内运动的高潮。哎呀，真的，你说信不信？是是是。那你每年哇，这么多人在竞争，白云呢还跑赢这么多人，是是是，白云要跑赢9孔了，厉害了，是不是？9孔，你看他打篮球这个翻身跳投，从来都没有见过。有一次进一球，就是那一球。整个救到球队，是不是关键球？我们这最主要就是要提醒大家，全民最大党是一个好节目，是优质的嘛，是不是？从国军来体现全民最大党的优秀 ，OK， 知道了吗？好，上其他交集。老总，我要跟你单挑3000公尺跑步，敢不敢啊？跟我单挑3000公尺达观了，你练的好，你就先帮我按摩，你敢不敢啊？神经病，上其他交集，老总。盛祖儒批评现在的主播表情猥亵，这新闻我们该怎么报？你过来，现在看到你的脸，但是你还是不要给我戴假发啊！其实呢，盛祖儒是我们新闻界的前辈来的，是，我们要很尊重他了。对，你看他报新闻报这么多年，一个刚正不阿的个性，是不是？后来又可以报那个什么蓝色奇迹网，是什么那个类戏剧，类戏剧他都报的，报的是铿锵有力了嘛，是不是？而且上遍大各大的这综艺节目，还有拍那个节目那个自由发挥的 MV 啊，或者说还有拍那个IKEA的广告，IKEA的广告，OK 了。
所以说呢，你看这样子的一个新闻的尖兵，他居然会讲到现在的新闻界，很多人是好像有这个表情猥亵的样子，看不下去了嘛，真是看不下去了嘛，是不是？所以是这样子一个新闻呢，你说怎么办？这个新闻我们就，先不要管他好了，先不要管他。你就看过什么新闻，我怎么不先辞职？是不是？就我们要把它凸显出来，现在新闻主播是不是素质很差？是不是？那你就很多东西是不是很多啊？不是，就奇怪搞怪的主播，搞怪的主播。对。但是话又讲回来，搞怪又有什么不好呢？是不是？这是很矛盾的吗？有的人又是裸体报新闻，为什么国外可以裸体报新闻，我们不能裸体报新闻呢？也对。是不是？为什么人家不能上半身裸体，我们下半身不能裸体报新闻呢？这是一种想法了吗？创意。所以这种新的创意也算是一种。也不能讲佛心，好像佛心没这样讲的。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在搞怪，才有新奇吗？上其他消息。照片，有王灿华的照片。照片，我来帮你。啊，王彩华的照片就不容易啊，这么老了哈，现在要主持节目啊，然后代言深 V 站台，是不是？下个标好了，舔舌嘎辣妹，王彩华老奶倒光光。那也 OK 了吗？这么老还能这么闲吃 ？OK 了。好新闻去，干什么？等我请你们吃鲍鱼吗？莫名其妙，好像媒体这么多新闻怎么报？乱报吗？乱报就 OK 了。喂，大哥喂，你要找我拼3000公尺？我看你这走200公尺你都有问题，还找我拼3000，你省不省得了？